齐心协力，阳明国际向前冲。为了感念29号李阳荣归故里，金陵乡公所特别举办齐心协力阳明国际的抽奖活动，希望透过 FB 粉丝团和世界分享这份荣耀。而抽奖好礼包括羚羊配口罩、名牌运动背包、运动毛巾、运动护腕以及羚羊配的亲笔签名厚背包。而其中乡长和两位美女背的这三个羚羊配亲笔签名厚背包更是吸引众人的目光。最重要的，我们在 FB 上面的话也有提供了一些的奖品作为一个摸彩的好一个奖项。那其中的话，我们也邀请李阳做一个签名了。我想要李阳的签名不简单。最后，为了让不熟悉网络世界的年长乡亲知道如何参与，记者特别请承办人员全程示范一次。而活动直到9月13号为止。这边，那我们在 FB 搜寻这边先搜寻金门县金陵乡公所粉丝专页，对，我们先点进去，然后我们先为金陵乡公所粉丝专页按赞，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找到这一篇这一篇就是齐心协力阳明国际的抽奖活动贴文，那我们往下拉到这边有一个按赞，马上给它点下去，对，然后留言的部分，我们也是为就是李阳跟王麒麟这两位选手加油，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齐心协力阳明国际的留言，那我们可以先复制上一个人的留言，然后贴上，然后我们标注的人呢，等我一下哦。三个朋友，对，我们再标注三个朋友，让这三个朋友一起来为我们加油，这样子。